子。今天你要干什么？今天你要表演什么？表演扯铃啊。好吧，来吧，开始吧。那我还没先把扯铃给弄好再说。后面一点，不然我都拍不到了。你刚才表演那个，等一下再表演一遍，但是要正面的。你刚才背面，人家看不到。要背面吗？这个就要背面吗？可是你背面，我就会看不到啊。刚才那个叫什么？猴子翻筋斗。然后我那个甩的话，就是要鱼要。鱼跃龙门，那你表演的时候，你要跟大家说我现在要表演什么啊？不然我看不懂啊。我现在要做的是猴子翻筋斗，还没先把铃给弄好一下。我刚刚还没弄好。转正面再来一遍好了，不然看不清楚。正面。你转过来再来一遍好了。鱼跃龙门怎么弄？开始呀。我接下来介绍的是鱼跃龙门，我要开始喽。好，我介绍完了。那还会什么？